这个位置阿阳过来先收一个，打两个，拿到了一波双杀，局势来到一个残局。看一下 life 的一个位置也是被确定了，手上还有两颗银乐之髓，要不要用？是这个位置，看一下这个侧身位，感觉被炸了。阿阳过来帮忙补了一手 ，life 是倒了，只剩浩东。这个位置吃到了一发雷击剑，一打二的一个残局也是被穿掉了。阿阳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，拿到了一波四杀。这个位置阿阳在架，漂亮！阿阳一枪头先收掉了康康，但是还有一个 nobody 是没有漏枪位的。是，这波第二次的绕后能不能取得一些成效？看一下 nobody 能不能帮队友找回场子。这个位置架，哦哟，但是原点是一把狂徒。大家心知肚明，但我被首先掉了。阿阳过来，一滴血再收掉这边的一个浩东。自杀了，有没有机会拿 ace？ 阿阳这一波一打一。时间上包已经来不及拆了，阿阳想拿五杀，想拿五杀感觉，但是这波要掉枪呀，哎呀有点伤的。奇乐是放了茫茫多的一个技能的，而且在死点位还有一个蝰蛇，往二楼跳吗？往一楼跳，又是这个点，又是浩东直接把羽毛给接住，本领往下跳也是倒了。这个位置浩东再收掉 Obito， 再打一个五八滴血，呜哟浩东，哇这一波的枪拉的。看看这波民居很关键，能架几个？能架几个过来？看到了，一居先架一个，没问题。过来还再架第二个，呜、哦、哟，把本领也给架掉了。而且巨刃充能完毕了，他有操作的空间。这个、看到了 nobody 一居，呜、哦、哟，这个顺狙有没有机会四杀的康康？有没有五杀的机会？一发子弹，十秒钟的时间 ，EQ 右键，呜哟、哦，关键时刻，康康站了出来，拿到了一波 ace。哎，过来打了波一换一。阿阳过点位也是抽掉了康康，是。哎，这好像是 nobody 露手臂了，露手臂了，这个位置在穿，这个、位置有点不太好穿。哎，半血这波压一波枪，阿阳拿到了一波三杀，二打三的一个残局。是的，而且，二楼上有铁臂的这个情况已经是遭，哇、哦，一波四杀，有没有机会？哎，阿阳拿到了一波 ace， 又是拿了一波五杀，哇。